四壁小意锁在心里，四腹为己，命运迷旋不忘忠君，中华有三宝忠孝义，挥军少林寺何为意，十三魂僧合力守护唐王少林，武功土匪梦境独当一面决心，中华有三宝忠孝义，汇聚少林寺何为意，轻功挑金一拳制气，所以更加努力，早日被人相信。学会使用兵器，失败也不放弃。我始终坚信，忠孝义给予我更多勇气。保护少林寺是我们的使命。为了天下的百姓，我在此立誓，如果我李世民可以完成统一大唐，救百姓于水火，我将为少林寺重修山门，为菩萨重塑金身。这位施主，老衲看你气宇不凡，非富即贵，凡事都要讲究个因果，强求反而不得。天色已晚，山门已关，就请在本寺休息一晚，明日下山吧。施主这是？方丈，家父病重，卧床不起，我曾留在寺里一段时间，每天焚香祷告，为他老人家祈福长寿，还望皇上答应。你在菩萨面前跪了这么久，颇有诚心，老衲答应你。多谢方丈成全。去给他安排一间禅房，带他去吧。公子，请跟我来吧。好。无暇的歌声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！听着无暇姑娘的歌，就像三伏天喝了山泉水，是透心凉啊！凉你个鼻子头！听着无暇的歌声，越练功越劲儿，越有劲儿，越练功。不累就赶紧练功，我上山去走走。
师傅，哪捡的？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刚才我在后山发现的，看着还有一口气，我就把他背回来了。受这么重的伤还活着，真是命大。就你话多，赶紧找个老钟看看呀。找什么找？我就会看。师傅，他还没死。废话，是个人都知道他还没死。他活不了几天了。去去去，乌鸦嘴。师傅，这人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又来路不明，万一死在咱们少林寺谭冲师傅那里，不好交代啊。总不能看着好好的人就这样死在我面前吧。师傅，还是赶紧送走吧。佛门以慈悲为怀，见死不救，又要下十八层地狱的。你们懂个屁，还不把他送到山下去，交给我家白无霞姐姐，可能还会活过来。你家无霞？无霞啥就成你姐姐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就把她送到无霞姑娘那里去吧。快，快点，快点。师傅，他是这人啊，是我从后山上救回来的，放在寺里不方便，便送到你这里来了。让他在我这里养伤吧，我这里有羊奶，有鸡蛋，放心，他很快就会好的。吴家爷爷最善良了，我最喜欢了。废话少说，赶紧给这小子处理下伤口。好，吴家姐姐，你给我打一下手。我来打。讨厌讨厌，真讨厌。你爷爷奶奶呢？啊，他们上山穿亲戚去了，过几天就回来。谭冲师傅，你放心。好，无霞姑娘心地善良，我把她交给你，我才放心。麻烦姑娘了。谭冲师傅，你还客气什么？这些年我和爷爷奶奶在少林寺山下居住，多亏有你照看，不然我们早就被欺负死了。哎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刚看到师傅抬着她下山，就跟过来了。哦，师傅不要误会，在下只是想帮忙而已。哦，那就谢谢这位公子了。你们出家人在这里照顾多个不便，不如让我帮无霞姑娘照顾她吧。啊？谭宗师傅不要误会，在下没有别的意思。不瞒师傅，我跟这位小狗有一面之缘，让我来照顾吧。哦，那就有劳这位公子了。本人姓穆，就叫穆公子吧。公子，请。师傅，无霞姑娘，她怎么样了？醒是醒了，不过一醒来就喊爹，喊着喊着就睡着了，睡醒了又喊爹。只要能醒，就有救啊！哎，师傅，那两人你认识？都不认识。不认识能回来干什么？是嫌我家粮食多没人吃、啊？你这丫头，万一
还是一个落难的小皇子呢。我不稀罕。接着练。病，天天搅黄连。卧薪尝胆，做一次我就恨我爹一次。来，跟我打上一局。讨厌，三条软丝打，有本事五百字打。你干嘛气我兄弟？太暴力了，一言不合就打群架。我出去透透气去。
你是去看无暇姐姐吗？看无暇姐姐又怎么了？我跟你去。我不打了，我也去。走。哎，别动，我也去。哦，我也去。哎呦，王将军说了，一个月之内不抓住奸细，挖个坑把我埋了。官人，你可要挺住啊！谁说老子挺不住了？老子气还足着呢。你可真是吓死我了！要不是老子装死，那帮混蛋还逼要了我的小命。哎呦，那命是小，丢了官才大呢。臭婆娘，信不信我现在就休了你？要不是我娘家卖了几个宅子给上面送去，你能当这个官吗？在老娘面前，你少装神气。去就去，懒得和你计较。赶紧去，把你那相好容貌寄找来。干什么？让他帮我去找奸细啊！这是干什么？不绑着他呀，早去报仇了。不堵着嘴，嗓子早就喊破了。解开，快解开！王爷无所不在啊！好了，我可不管。哎，小子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小宝，我是觉志，他们都叫我五把子。我叫小鲁班，啥都会造。我叫觉悟，大家都叫我小扫把。我叫花骨朵，我叫决心，也叫红鼻头。只要一长久，鼻子就会红，然后越来越红。我是觉得大家叫我朱棱，有的是力气。以后啊，我就照这里了。好了，他才是你真正的恩人。谭宗师傅是少林寺武松的总教头。多谢谭宗师傅救命之恩。大家都是你的恩人。谢谢大家。谭宗师傅，你可以教我武功吗？想学武功，你得当和尚。谭宗师傅只教和尚练功。当和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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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被王仁泽所伤，我爹是被王仁泽所杀。只要能报仇，让我当什么都行。王仁泽残暴不仁，乱杀无辜，欺罪当诛。小宝想报仇，也要先养好伤才行啊。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了。这回找你来，就想让你找个人，就上次逃到我们镇的奸细。你整天走街串巷，见人见鬼的，总能碰得到的。不就是找个人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此人非彼人。好事成双啊，我的豹姐姐。好了，豹姐姐，你就在家等着好消息吧。要是不把人抓到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住手！
你僧不可教也。老虾、鱼、蛇、青蛙、乌鸦，还有羊肉、鸡肉、鸭肉，十全大补汤，不会补的七窍流血吧？呸呸，臭嘴。把灯吹凉。快点儿，救命汤呢？快烫！今天都辛苦了，吃个鸡蛋解解馋，也补补身体。吴霞姐姐，你也救了我们的命啊！哎，我一个月都没吃过鸡蛋了。你一个月，我都一年没吃过了。真香，真香。俺的娘啊，还没尝着味呢就滑进猴子眼里了。被查死你就不错了。方丈，施主可有心事？如今生逢乱世，看到百姓流离失所，饥寒交迫，心有感慨呀。难得施主有颗慈悲心，老衲看公子乃人中龙凤，并不属于我等山野乡邻，还望公子有一天能以救天下百姓于水火，不忘初心呢。方丈说笑了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自己的烦恼都救不了。难忘是。